没有声音，我射哪里哦？不可能！屁呀、啊！那我们今天要玩的游戏就是我是神射猪。为什么是猪啊？因为猪玩猪游戏。猪为了增加游戏难度，我们特别准备了三支铅来，里面有不同动作，我们都要做到哦。蒙眼睛，还有一个乘二，什么意思呢？你也要我，好，我要。我不信拿到东西。好，准备。好，来第一发。对啊，第二发。无助哎。第二发。检查一下。OK， 好。哪里有声音，我射哪里哦。好，来准备。来。不可能。我不相信他的蒙眼，不可能！按射，来喽！时间，来喽！哇，开始！我这次拉很大力，我真的拉很大力。在地震时射，谁想要收主意？这是训练，如果有地震，你还是可以猎山猪哎！靠，这个镜头在晃，屁呀屁呀！哎呦，太贱了哦！哎呦，我的天啊！其实如果你跳起来在空中是稳的，因为不会震动。我们要滞空一下下。瞎跳，就算我们达不到平衡，我也要打瞎你的狗眼！走啊！好吧，一定会跌倒。跳跳跳！哎，苍蝇！可恶，晕晕的比较准。直接打人就打人了，这么乱打呢？你要跳一下，我是罗宾，是罗宾，射了，射了才能讲，智障，错，我是罗宾，我是罗宾，哎、欸、啊，好脸的罗宾呢，好，这一次的处罚就是呢，玩猪游戏，其实跟本来蛮像，没有什么排斥啊，没。简单的用猪做一下这个我们的收尾，那我们下一次的游戏大家就要以猪的形态进行哦，没错。